自己看过的夜晚，我们聊聊昨天，聊聊自己看过的夜晚，我们聊聊昨天，聊聊自己看过的夜晚，不用再说了。听一下现在前面我录的那个主歌跟副歌。好呀，老师你放一下。你放心的快乐，你不是一个那你现在听那个我们那个前面赶吗？啊，我刚没注意听哎，你觉得赶吗？是不是在那个连接那一块儿？就是两段时间单纯选择我们那个地方，老师做了个那个滑的那个音嘛，听的话感觉还好，我刚录的时候感觉有点赶。就是到时候现场唱的话，可能还得数拍子，因为那地方近很容易。很容易拖，因为那个对，很容易拖。行，好的。好，那咱们从头过一遍呗，然后我给你调下话筒的话放。这个灯光可以按一下。试一下唱咪瑞拉多，咪瑞拉多啊，对，不要唱发米，咱试一下好不好？原来人生总会有遗憾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是这样。比如说哪个音改一下？哦，我试一下啊。这么诡异啊！现在如果维持这个音势语有什么问题？会很壮吗？这个和声，我想还是原来这个。因为本来我就想说这首歌本来就是两个人交错的和声，交错的感觉。我可以听一下吗？可以。差点意思。也抓不住自由，找着你。聊聊你，聊聊说说出来的坦然，原来人生总会有遗憾。还挺贴的。对，稍微它的中高频能稍微补充它的一些中高频。对，它是沙沙的，然后赵磊是高高的。对，它的高频会比较。对，所以你俩就很合，垫在一块就很好听。原本的封面，我的想象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可能就点线面而已，你懂那个感觉吗？就可能只是一个点线面。我本来想说，要用一条线去连接某个东西就够了，然后可能底下就是真的是那种草。
很草的词，聊聊就两个字写在旁边，不用写是谁唱的，也不用谁，因为这首歌本来针对的群体就是我跟赵雷的粉丝，甚至是 XU 粉丝，甚至是喜欢我们所有人的粉丝，就包括我，包括我上一张的 EP， 我的封面没有写彭楚粤，没有写这个专辑叫什么名字，就是一个画，然后画了一个人也不像我，然后坐在一个云朵上，那个云朵还是个沙发，就飘在空中，鬼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那就是概念。我想说的概念就是轻飘飘的，所以那个专辑叫 Float， 轻飘飘，然后主打就是极度舒适。所以它就是一个概念。了解我的不用再说了，聊聊三年只剩下短暂，我觉得够了，可以可以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哎呀，这个当时我们是先写了副歌，嗯，然后就是两个人随便哼，嗯，就一把吉他两个人，对，然后就哼，然后先把副歌哼出来了。我说这样子，你往上走，我往下走，然后就这样子，这样交错，然后第二句交错一下，嗯，对，牛音交错一下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参加创造营的时候，就把主歌给写了。本来在考虑要不要换几个和弦，或者觉得没有整体性，觉得还是简单点，还是用那个和弦好一些。嗯，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对出来了。对，而且这个歌词，这个歌词我是洗澡写出来的。洗澡的时候想的就是叫聊聊。对对，当时就在想这个叫什么，因为当时我的定位想把这首歌定成我们那种风格，就是很有诉说感的之类的这种歌，后来觉得叫什么好呢，叫什么好，然后一直跟他聊天，跟他说不然这样吧，就叫聊聊好，就聊聊天聊聊。有时候录的或者听的都会哭，是因为会想到那段时间吗？主要还是因为那段时间也有片段，就是他很多片的，就这首歌其实挺多故事的，它不是一个小故事，它没有那么具象化，而且这首歌副歌很适合大学，嗯，对，它也是一个昨天明天就是讲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。对，本来是计划你们俩就录音的时候可以两个人一起聊，然后设置一些环节你们拍拍，但结果你们俩是分开，然后我觉得如果单独就是都不在一起录音，再去录一个聊聊的这种隔空对谈视频会有点奇怪。对，我当时也担心，所以我让他在录的时候也录一些素材，嗯，我让他也录了一些。录了，那他录了没有？他录了，录了，我都帮他录了。我跟他说我得剪个 vlog， 关于聊聊的 vlog， 到时候我要必须得要有。对，到时候可能排练时候我还得录，就是到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重庆彩排什么的，我得在也录。我本来是想在等到 X9 的未来某一个演唱会什么的，但是我觉得太久了，等不到。你们还都挂着 X9 呢，期待你们有。就赶紧的，把它唱。好了，辛苦啦！辛苦了，收工。其实你之前微博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看的，我觉得你就是内心太柔软了，就一个男生就是一般人内心柔软就想拼命保护，就很多 人知道我的软肋，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，其实我没那么脆弱，嗯，只是我把那东西放出来了而已。嗯，有多少人愿意把脆弱东西埋着掖着，就是我其实这么做，我选择这么做，我是觉得我自己很大胆。对，我是觉得有一种不怕受伤，因为我一旦把这些给人看了之后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